我们约莫是从2013年的时候开始知道说，哎，水蛭鸟毒杀的事情它是很严重的。但是水蛭鸟的毒杀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。当我们发现说老鹰躺在田里的时候，它是因为稻谷而被毒死的。台南的官田，它在菱角转水道的时候会造成水蛭鸟毒杀死亡，那这是跟老鹰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才开始关心说，哎，那台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兵回来大概就22岁，就跟爸爸一起在做这个农业啊。当初我们是做惯性的，惯性就是普农业的。那当时我妈妈唔识，我老爸叫我转药啊，我就去转，哎，就刻出来十几项啊。啊，他为什么要转十几支药啊？这十几支药啊，到底是拢什么药啊？农药行就是讲，哎，这支农药抬这只虫有效，啊，这只虫就爱用另外一支抬，爱掺两支。啊，来就是换三种杀菌剂啊。你有在转啊？得归去应用剂，做一摆拢透透咧。安尼，农药就是真的很简单。你有什么问题去农药行问，他一定东西摊出来，哎，就解决了。他们并没有去教农民要防护，也没有人告诉农民说这个有毒。有一个农民他其实已经感染，我说啊，你有没有戴口罩？有没有穿防护衣？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个药不是像你讲的那么毒啊。”这样的农民，然后他努力在种，在耕耘他的农作物，可是他却不懂得去保护自己。你其实会觉得蛮难过啊。你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认为你讲的是停放夜谈，那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这样的知识并没有传达给他们。我先生他喜欢赏鸟，然后后来他进来园区工作，那我们就是进来帮他。以往都大家都认为一年养出成长50只的水蛭就大概已经差不多了，可是他却做到256只。他就是改善栖地，他就种很多菱角，他让水蛭停留在园区，就怕水蛭飞到中毒的田区，扫出去一个月就扫中毒。一直到有一天他说他的手一直很痛，然后就带他去看医生，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脊椎都长满了肿瘤，然后我们就开刀嘛。没想到他第一次回家就不行。后来我女儿跟我讲说，妈妈你去做好了，我支持你。其实是我女儿支持啦，如果我女儿不支持我也没办法。菱角里面就有水蛭所需要很多的食物，那它就是刚好是在这个菱角田的生态系里面，它是属于最高的消费者。这样的一个产业如果能够共存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农民拉进来，让农民来协助我们一起来照顾这个生态。当谈到要用有机种植的时候，哦，老人家就会跳起来了，因为他就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要让我没有钱赚？不转农业应该有人收呢，我也是这样感觉，你不转有人收，有林务局，啊，兼主心，就是扶植团体，还有水蛭生态教园区印山红兵，都爱鼓舞我们这些农友。一开始我是感觉讲，哇，你特工来，你嘛足烦的，我负责农友，啊，你就安尼来这呢，啊，好啦，无我就摕两分地，十几分之一的面积跟你做做看呐。你做这个目的是啥？目的就是要顾这只菱角鸟，就是影响我真大嘛。我就感觉讲，到第三年已经把两甲多全部作为绿保。啊，你啊看叶面上生态丰富啦，塘菇啊，上面会一大堆啦，啊，就变成郊外天堂啦。吼，啊，筑巢率啊，我老公第一名啦。我们的心吼，不知不觉的，会变善良啦。因为保护这家郊啊，更加保护了它身边所有的物种。因为我们不使用农药，之前我买讨尿处，之前我看到蛇，我买个拱，看到尿气，我嘛是会个赶。哦，因为我就是要灵感，我就是要善良，我就是要钱。好，会影响我赚钱的东西，我全部要赶开。就像今仔日我去看到一首迄个鸟鼠仔啦，看到伊也袂甲讲，也袂甲赶啦，我嘛袂甲偷啦。啊，他相对的在那边住的也很安心啦。你只不是去搞工，啊，去慢，啊，去地水底，穿个青蛙装，密不通风。菱角是唯一全部靠人工种植的一个产物啦，完全没有任何机器可以取代啦。你做这有三个做，再有去，你个看，你
你，我讲迄足济苦的，你都唔知呢。我们照顾菱角付出两三倍，我们下的成本也付出了两三倍，我们的收成就不到人家的一半，我们卖的价格没有人家的两倍。你若打讲要去进礼部的要过生活吼，真正问题重重啊。你比讲惯性的全农业的啦，我知偌济我就是收偌济，迄种就固定的啦，迄真正有一套 SOP 可以遵循啦。我是没有说要回去做惯性啦，是有想放弃这个友善耕作，因为他收入太不稳定了啦，有时候会前阵覆没。我们要一起来吃菱角，救这个菱角鸟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到这一个绿色保育标章的菱角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困难。我希望找到很多他对于保护鸟类也有兴趣的人，他可以透过一个很方便的通路，就可以买到这一些做保育的水质鸟的菱角。推了老鹰红豆之后，其实大家的响应回响都蛮好的。那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生态农产品？但是他们都遇到一个问题，叫做面积很小。几十万件呀，那对于这么大的通路来说，它一点点的东西就是很难操作。我们希望能够面积越做越大，因为我在老鹰红豆上面看到的就是面积它一直在增加。如果以关田的菱角来说的话，有一个机会，那也是这个通路上很有兴趣的。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来牵扯这件事情，我们需要给彼此一个机会。这里有小鸟需要保护，透过吃这一个农产品就可以保护的这件事情，希望能够在通路上这边做推展。它再加上是一包菱角，它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那它是不是绿色保育标章的菱角？它是不是友善耕作的菱角？是不是没有用农药化肥的菱角？这一些会变成大家没有去重视它，只知道说，我在吃菱角而已。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跟保育的行动串联起来，透过妈妈的手或者是厨师的手，把这一些东西串接起来。你在吃这个菱角的时候，它的意义是不同的。那我们透过好吃的东西，才有办法把我们这一份保育的想法带出去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会觉得说啊，我们的娇啊娘嘛，啊够娇应该一起还行够巴豆吧。但是居然有一群很热血的人，他是透过这一个案子，他是在集结，一起想要跟大家讲说，哇，保护这一只鸟到底有多重要？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销售的管道，那更多人来支持，才有可能种更多的友善耕作的面积，真正的去保护到水质鸟的栖地。咱咧讲要顾这只鸟啊啦，其实是这只鸟啊顾着我啦。我做这侪冬来，无普农药第一受益的就是我啦。你农药铺个十几支啦，你袂去输掉你啦，啊来。消费者，伊嘛当食着即个无农药的物件，啊，再来，因为保护这只鸟啊，更加保护了它身边所有的物种。那时候就是我先刚走嘛，然后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，他就跟我说：“我是来给你勇气的，让你可以持续下去。”就像我跟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是，有人跟我一起同样的理念，一起往前走，在这条路上不孤独。然后再来当你看到水质的数量，它也给我很好的鼓励。104年那时候的数量是570只，你猜现在几只？1700多只，三倍。当你到一块田去看到200-300只水质的时候，那个心其实是快乐的，那么自由自在在那边生活，这可能就是我这辈子要来这边完成的任务。所以就是持续下去做着。